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我们要出来巡展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清水街上，来这边稍微巡一下。啊，这一间好像从来没有拍过影片，但是这一间开非常之久，那个时候好像至少可能有快两年哦，两年，可能还不止，因为这个很久很久之前，那时候我刚开始拍片的时候有来这边稍微看一下，但是没有拍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这边稍微巡一下。然后刚刚一进来，发现了一台非常完美的台，这台是我刚刚打上去的，我刚刚花20块吧。我想要试一下甩幅跟抓力，它甩一甩会松，抓到下放。这台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有可能轻台啊。轻起来。而且重点是它保夹设不高哦，你看，它保夹真的完全很标准，你看880，这算是非常低的保夹，而且它有金哦，金正，然后呢里面也金的。先把这个抓下来，先把它抓出来打。哇。哎，怎么抓那一盒？哎，至少把它抓出来了。它在盒其实也很快，但是它抓力其实，老实讲还好，就抓力还 OK 啦，可以出的抓力。但它打下去，你二手它会收哎，像这种台都很完美。好了，来，这个应该。完全这台是完全放，但它的抓力就是，要整个完全吃到很扎实才会服啊。出，超佛啦！这台佛到很扯啦，而且金正哦，金正，应该是青台没意外吧？先挖出来，先挖。二收，它这个角度刚好可以两拍过去。你看它甩一甩会变这样。再一次，放。啊，放回去了。哇，那我先抓一下这一盒好了。哎呦，这个也是金正哎。是啊。哇塞，这一台。太扯了，那直接给他出。哎呀，那边没有一盒挡，不对，再逆一次甩松，全包一，哇，跟进去，这下尴尬。哎，来了，再一次，没有，还是让我左右盾也会出啊。逆过去好了，逆的不行。嗯，它逆比较尴尬一点。出，来，先拉。出，一样的位置。对啊，我把它一个大前推好了。啊，不会吧？这个机型会不会一次？一次就坏。哇，还好我们救回来了。太多了。哎，这角度可以。这角度好。出。啊，我知道这一盒要怎么打。我先把这个。抽。这还是很单纯的台型。你调爪位有就好了。哇，爪位跑掉，不行！哎呀！哇，不是吧？没有，他那个，他二手延了一下。哦。顶抽就好。哎，就这样，平行移动。再一次。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台我会打那么多，目前打了330，但是老实讲还好啦，因为这一台真的是，低保，然后台性很佛，但是就爪力比较刚好一点点。有了吧？有了，这直直滑就有了吧？
夹网就好。小鼠也吓我一跳。中，放，只要拉出来，我再把那个拉出来，这一盒就拜拜。放过来，弹吧，来吧，弹一下就好。要求不多，弹一次就好，弹。这两个是。稍微拉一下好了。没有，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。他那个，他甩幅大成这样子，这角度好，这角度哦，可以吗？嗯，不知道，试试看。这角度比较好。嚯！喂，在那？对啊，这是鹰眼不过了，有了有了。爪位啊，二手货讯，哎，来了，1000块青苔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过。哦，来了，完美，这下是完美的，来。爸爸王的音乐。出。哎呦。太扯了吧。滑下去。等下滑一下就有了，但是这角度难滑，这爪位可以，这爪位可以，我滑滑看。哎呀，又回去了。但是还好，至少它都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差不多了啦。再滑一次，就直接这样滑下去。嗯。差点要滑出来哈、哦。差点啊！我先拿，先拿，先拿出来。它这个洞口很小，如果第三盒的话，我就怕会卡死了。来啊、哦，最后一盒。啊、哎！太麻烦了，你，哎哎过，啊逆不是不行，对啊逆好像没办法那种往前丢的感觉，出来，爪位来就顶，爪位来就顶，爪位过去，过，哎，这爪位不，这爪位不对啊。爪位不对，算了，就给他吃下去吧。哎呦！哇，这他最后一盒真是魔王，没有东西可以挡。松，插去。出来。哇，他很烂。这角度怎么样？捏宝。他捏宝是没用。嗯。哇。从来没有来正门，顶一下，二收过。看来我们青苔之路，这位置宝，还好这台宝夹不是很高，很高的话，我跟你讲哦，脸就绿了。应该很高的话，我会直接放弃啊，我不会打到底。哎呦呦呦，出来出来哦，腰熟嘞，还好。大边，还是这样总有了吧？先甩甩甩，然后先把它甩出来，吃饱还要甩。哦，有了，终于有了。好，青苔了 ，OK 了。虽然最后一盒我们直接吃一饱了，从零打到880，但整体下来其实还 OK 了。差不多，但是我们原本如果我们打到第三盒立马收手的话，有点有赚，但是我们第四盒吃饱就全部回去了，全部没了，全部没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去里面寻其他的吧。好嘞，这边又录了一小段，为什么呼吁大家在外面打台呢？一定要做拆检。这次呢，我们其实拆检拆到拆摆的几率非常之少，但是大家还是需要拆一下。你看我们这次虽然青苔了，但是我们拆了一盒，里面竟然是用这个密封袋，厉害，就这样子装，然后这个看就知道是拆板，对啊，那时候我一撕开，我就想说这边怎么跑一条出来，整个拆板啊，整个都破的啊，撕开的，
最主要是这一个啦，这一只真的很扯，这一只用直接用这样子装，第一次拆到用密封袋装的啦，厉害。好了，那我就这一盒我再密一下台主看要怎么办吧。嗯，来啊，会不会倒爪就直接弹出来了？甩幅够大，入了。后旁。嗯。哇塞！这样子怎么办？哇！但是有一招可以试啊，甩逆推。哇，我刚没二收，我想它会直直推到底，结果它的下线长度把它抓回来，打错了，傻眼，这一下是真的傻眼。哇，那一下真的闷啊，出来了吧？嗯，屁啦，就、欸、哇塞，啊，这台是。很好很好很好，月霞的台打起来真是越刺激，滑进去一下，出来，算了吧，这个逆一下好了，抓得到吗？扭进去过来，这样不行，那刚刚这样子有符啊，刚刚好像是我反，但这台有机会卡洞，是吗？嗯，因为它这台算是它的洞口很刚好，很有机会。它刚好狠的吧？后旁，不用卡，还想卡洞？哈哈，出了一盒，打了就到700-500，大概打200多块，还行这台。像这一盒我就没，这一盒没看过。后旁过来，后旁会过来。嗯，后旁过来。这个爪套蛮黏的。啊靠！哦，缝更大了。要把它出来。我。一盒啊，那一盒一直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这一盒抓到，但是不要打，拖出来，然后他给我打回去。捏薄，这样子嘞。哎，这样子，我再把它这一次拖出来。哎，哦，来，他们来了。自己出来了。对，他自己滑出来了。那我现在要怎么打？这一只好了，这一只拖过去呢，然后打出来，然后再把它拖过去，再打。哦，写剧本。我怕你把它推进去了。来，直接攻。后旁，哇、啊哦，他的后旁是真的很狭哎、欸。过，哦，再来呢？再拖他们过去，直接来吗？怎么来？这样。哎呦！再拖。哦。好，直接来，是不是滑下去就好？是吗？滑下去看看好不好？好吧。收，哎、欸，出来了。过不了啊！怎么办？不要二收，它的那个滑下去要插到最底才过得去，这样子，要插到最底。这样子，要插到最底。哦。哈哈，抓到。太丢。被踩丢。我们做的那么漂亮，拜托。接下来这个要先出来。那捏宝好像可以前进。哎呀，对他用拍宝让他前进，然后再攻。那这只要先出来，出来了。哎，别撞。哦，还可以。捏宝，一路捏宝，而且他可以还是直接捏宝出货。出。哇，那接下来呢？倒转。很倒吗？不知道。
哎，来了，在捏宝对不对？对，捏宝给它拖过来。好，直接攻。过。哎呦！哎呀，怎么来这里？没差，可以救得回来。你好。哎。它好像只能正门，然后直的。我先把它拖正门好了。先拖正门。再拖过去。嗯，再拖这一个。哎，两盒一起了，完美，来了，你来了，太乖，朝向我，哎哎，来了，这怎么打？问你啊，哎，有点滑，啊，完了，这角度，这角度不行，哎呦，你也要脱光。哎呀，漂亮哎、欸，可惜。拖哎、欸，后旁哎、欸。拖哎、欸，后旁哎、欸。完美，因为它的后旁啊都会往前咻，是否要青苔？但这台可以这样呢？它有过来就玩。有过来就玩，但它现在这个角度最尴尬，这角度。至少知道他捏宝都会一直浮过来啦。后旁，我觉得可以可以。如果他过来就打。哦，倒啊！怎么没倒？这样行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没中，我想要中他一个宽边射过来，直接脱钩。下去了，横移，横移，哎呦，哇，这一下，这一只真的逆好，但是这里呢，世事难预料，吼，哦，没过，这样。过，过来、哎、呀，又来这，吃到吃到，哎呀，看这个好尴尬啊！他球下去了。对啊。过，哎，跟哎，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把我的那个原本弹好的枪位。过，哎呦。哇，这一盒过啊！怎么办？我们除非甩吃头，还比较实在。但是最好的话是这个啦，后板。嗯。哎呦，有了！过，没过。过，哎呀！又来。这一只很烦哦。要买就出美，对啊，有了吧，有了吧，还好还好，440-430，还好赞 OK 啦，440又把它敲，又敲了这一个，完美，今天连清两台，清起来，你前面有吃饱，对啊，前面吃了一饱，嘿嘿，今天战况还不错啊，今天我们连清了两台，还不错，总共打这些，宽盒是3金100，然后长盒是1金300 ，OK， 总共这样子，总共打了8盒，打了2800，2800，这总共打8盒，应该算起来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好，这次我们就打这8盒，好，那我们这次抽奖呢，就抽这一只，这只是孙悟空。不要在那边找名字。Super 孙悟空，孙悟空。他讲出来那边。哈哈，孙悟空啊，怎样？对了吧？那这次我们就抽这个孙悟空送给大家。好的。那这次的抽奖方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